野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我要做的就是，我不能让孩子脱离家庭，脱离学校，像有的模式，你像专门封闭在那儿，已经不适合了，现在是吧？那就跟八队一样，那再弄几个八队得了嘛，是吧？现在你说恒大这个足校，什么3000人、5000人、多少人，他踢完了，这10个、20个、100个、3000个孩子是吧？
现在恒大除了守门员场上十个人，四个外援走了，就剩六个位置了。3000多人花完钱出来去争恒大，看着很诱人啊，赢一场几百万的出口在哪？对，是吧？而且孩子是付了钱的呀。你告诉他要是上文化课，那我干嘛付钱去？这不仅是不仅是这个孩子他的家庭，他牵涉到整个这个社会生态啊，是他可能够牵涉到周边10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都会受这个影响。也许有这一家有这样的投入，但是可能会有10家他就不会走这条路了。是，那这到底是为说开了一条路，还是封了更多的路？这真不好说。对，所以海东想说的这个他的体系，我的理解就是希望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生态当中啊，跟他结合起来，不脱离这个应该是家庭气，对，脱离家庭，不脱离学校，对，我们去培养一个，搭建一个这种培训的体系。没有像我们这个啊，恒大半年赔好几个亿，还在疯狂的砸钱，还在买球员，嗯，你不扯淡吗？你凭什么你赔这么多钱，你还？但恒大说他要拿冠军，所以要拿冠军图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放到了孩子们身上，放在培养教练员身上，放在你建设主场身上，你的基地身上，嗯，你的足校都已经。校长辞职了，就是片面追求足球成绩，急功近利，嗯啊，跟足球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球迷的战友大家好，刚刚看这个片头很有意思啊，这个好懂的关于这个体育，尤其是他建体育学校的这种他的想法和他的理念和他的概念。那这个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和好懂有一档节目叫做这个大实话。我们为什么当时起这样一档节目的名称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好懂从来就是直言直语，快人快语，然后很多事情在别人不敢说的时候他敢说，在别人不敢做的时候他敢做，就像他能够第一个作为中国的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然后站上这个电视屏幕，然后宣读新中国联邦宣言一样，就是这种何等的勇气，对不对？然后他讲的也是很多中国人敢想但不敢说的话。那跟郝董也做过这么多期节目，然后呢我们讨论了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就是中共的这种体制的黑暗，他与这些中共高官的这种曾经的他们的这些接触，在这些接触当中他看到的整个中国政治的生态。那这个最近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郭美战友啊，然后带出来郭震的话说我们要向郝董学习体育精神。那我其实我现在在想起来跟郝董学习体育精神之前的很多次直播，我们其实对于体育的探讨倒真的没有这么多。那这个既然郭震说了，我就觉得说这个的确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值得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认真的去思考，这不仅仅是向郝董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真的可能需要借鉴一下体育精神，如何在逆境当中，如何在困局当中，如何在这个身体极限的时候，然后能够超越自己走出来。那这两天其实也是在开这个奥运会啊，这个这两天在开奥运会，马上巴黎的这个夏季奥运会快要结束了。坦白说我也没有特别关心奥运会，我只是看了一些些的这个开幕式的片头的这个节选，也很夸张，非常夸张，当然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那个比如说小铁就很喜欢。说很文艺，但是也很多人跟我 complain 说哇这太夸张了，让我觉得感觉完全没办法接受，尤其是整个开幕式看直播结束的人说哇有一些这个镜头让人难以置信，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些路子走得太远了？Anyway，这个。每个人啊，这个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个对看，那么现在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在看啊。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关注呢，也其实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注度。我觉得，我自己我身边的人，我感觉。尤其到了国外以后，发现就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热度。是我们现在去餐厅，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去商场，如果有电视机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会看到是在播奥运赛事。但是真的有多少人会坐下来耐心的、静心的去看这些奥运比赛，显然是越来越少。至少我自己身边的这个感觉是越来越少。但是我一直记得，就是说。以前我小的时候，这个一到因为奥运会总是暑假里面嘛，然后一到暑假就开始，这个跟着家里人，跟着家里的那些小朋友一起去看这个奥运比赛啊。每当看到这个中国队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也很激动，也很开心。然后这个他们拿奖牌的时候呢，也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荣耀感。那这个当随着年纪增大。然后，尤其是参加爆料革命以后，尤其是这个了解了更多的这个中共内幕以后，尤其是跟郝董和这个小月姐做了很多期节目，他们这个跟他们这个在节目里面也交流过一些，他们告诉我一些他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体育赛事、体育训练，还有他们这个自己对于体育的。这些办学理念，这些对吧？大家其实郝董谈过，他办过足球学校，然后当时办足球学校的时候，这种办学理念以后，再在今天看到这个奥运会中国队上走上赛场的时候，这个想法和这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说，中国队这次应该是比较出彩的一位这个奥运冠军选手，应该是叫这跳水的叫什么小铁，前面还在跟我补他的名字啊，全红婵。我看了他跳水，我真的是牛到了，我感觉说这个就是一块砖掉下去，可能这个水花都会比他大一点，他就这么牛。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不行，或者这个运动员不好，这个运动员非常非常好，这个运动员简直棒到这个让我觉得都惊讶了。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奥运精神，就是人在极限的时候如何超越自己极限的那种状态，他就是这种状态。但是因为这个运动员的出现，其实很多的对于这样这个儿童。的这个跳水选手也好，体操选手也好，这种训练的这些视频就在网上这个非常非常的流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5岁的小娃娃，然后就不断的身上都是伤，然后带着身上的伤在训练各种各样非常难度高的这个姿势。当然啊，这个我也不能说这个，这个，比如说你说啊，我这从小开始，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力是一件不好的事，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能从小去学习，锻炼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这个，而且把喜欢做的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很可惜、很可悲的事情是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些中国孩子。他们并不因为他们热爱这项体育，并不因为他们理解体育的意义，才如此的刻苦和艰辛。看到的更多的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视频里面都说啊，从小就是学校就教育他们为国争光啊，是不是为国争光？然后这个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中国的这个金牌选手，尤其是这些比如说像这些什么跳水啊。这个比如说这些，这个乒乓球啊，还有这个，还有很高难度的那个举重啊，还有这些这个叫什么，还那个叫什么体操啊，这些，这个对于人的身体挑战非常大，但其实商业价值并不高的这些运动，都出自于中国的非常贫困的家庭啊。我说这些这个冠军选手。
很多都出自于非常贫困的这个中国家庭，而且这些家庭把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去尊重自己小孩的这个爱好，尊重他对于自己梦想的追求，然后才送他去的，而实际上是很多情况下是迫于无奈才把自己的小孩送进去学这个，因为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可以改变命运的一条途径。而更糟糕的是说，是像这样的一群小孩，他们在接受这样训练的时候，他几乎不接受其他的这个学校教育，也就是说当他成年以后，如果他没有在这个体育运动这条职业道路上走出成绩的话，那么他其他的事情基本上我觉得他可能就几乎不会做任何事情。这样的人如何能够去适应这个社会，如何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社会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国家从来不在意，他们反而会告诉你说，这个你看这些小孩奋力拼搏为国争光，我们这个国家为这个最穷的这一批人创造了这样的机会，让他有机会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然后站上甚至世界的这个最高级别的领奖台，他们会以此为荣。而当我在中共国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是挺有道理的，是不是？你看这个拿了这么多奖牌，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国家很牛啊，是不是？这个大家都会说中国队很牛，摇国旗，对不对？然后都会觉得说，哇，这样一个贫困山区出来的小孩，然后通过自身艰苦的努力，刻苦不断的努力，今天居然能站上这个世界的最高的领奖台，这简直是人生的这个赢家和这个世界的，就是生活上人类的一种奇迹，是不是？我们都会很感慨。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其实啊，就是说讲到这个奥运会，我就不得不想到以前这个跟郝董做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讨论过说，郝董说啊，这个其实我们对奥运会是有误解的。他说这个奥运会，他就我们中国人都认为说这是一个这个职业选手的运动会，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别的职业选手，这个你就靠体育吃饭的这些人的一个运动会。那这个但事实上呢，实际上说他认为，他说这个奥运会其实是一个业余选手的这个运动会，这个国外都是业余选手来参加这个奥运会的。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其实这个答案是也不是。那这个首先是说，在国人的眼中看到了这个奥运会，去这个搞体育，我现在发现其实和西方的很多的这个就是西方国家，至少和美国的这个和加拿大的这些家里搞体育的这个小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这样一个人群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叫是也不是呢？是这个奥运会在它最初创始的时候呢，这个奥运之父叫做顾拜旦啊，这样一个人，这个顾拜旦这个人呢，他最初在创建奥运会的时候呢，他是不支持这个就是有职业选手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对，这是顾拜旦的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这个最重要的是奥运会最重要的事情呢，不是赢，而是参与。那么这个 just as the most important， 就像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赢，而是你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挣扎，你在经历，你的经历才是你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他说这个这一段话可以解释一下， The essential thing is not to have conquered but have fought well， 就是你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体育当中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征服了什么，而是你真的竭尽全力的去这个打了这场比赛，或者说是参与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是这个奥运之父啊。
那么他最初呢是这个觉得说这个人呢，奥运的运动员的选手呢是不应该是职业的选手，这个搞运动呢应该就是一个业余项目。为什么他认为说这个搞运动是一个业余项目呢？因为他看他这一段话，大家就知道他觉得运动的本身并不是为了赢得这个胜利。他认为运动的本身并不是赢得胜利，而是认为说这个运动的本身它就在于参与的整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能够提炼出来的，他认为运动应该是帮助把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健全，然后帮助自己对于这个人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提高自己的心性，然后这个起作用的一项活动，而并非是说是一个最终的终极的一个追求的目标。所以呢他认为运动员应该是业余的，因为只有当这个事情是没有功利性的时候，你才能在当中体会到快乐，体会到这个你完全没有功利性的这个往前冲，往奔跑达到极速的这种感受，你才能这个毫无这个顾忌的去体会这种速度给你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或者说是你人格上的超越。所以呢他认为是应该是业余比赛。所以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奥运会的确就是一个业余选手才参加的这个比赛，因为它是一个世界盛事，他希望所有热爱运动的人来参加这场比赛。但是呢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奥运会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球类项目，尤其是球类项目都是有了很多的这个商业的价值，那么奥运会呢它也需要活下去啊，需要盈利啊，就是需要观众啊，所以就后来就慢慢的引入了一些职业的选手。所以呢这个好懂的说法呢是也不是，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不用太追求说这个是或者不是。那么很多情况呢他讲的有一个非常这个正确的情况，就是说在国外很多参加奥运会的这些选手，他们的确是业余的，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可能他还是个学生，可能他已经在工作，可能他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反正他有一个其他的身，他在社会当中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有一个其他的身份和职业。那个坦白讲说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共非常强项的这些运动，什么跳水啊，还有什么什么不是设计了这个举重啊，这些项目，这些在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我认为加拿大这个欧洲我也不知道，我没去过，我不知道你不认识那里的人。那我觉得这两个国家这个他们参加的这些选手，如果他会去从事这个运动，纯粹是因为他喜欢，纯粹是因为好玩，纯粹他就是想挑战自己。因为这些运动坦白讲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商业价值，不会有人去买票去特意去看一个举重比赛的，所以这个最终不可能变成你的职业，因为你没有什么商业的价值，是不是？甚至在美国很多从事这个田径啊、游泳啊这些项目的人，他也不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他一生的职业和事业去从事。他们很多年纪轻的这个小孩去玩一玩，第一他年轻，他有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能量需要去这个宣泄出去，然后呢其次是说呢他这个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然后呢还有呢这个当然也有功利的一面，比如说他在进大学的时候会在他的履历上有更好看的这个记录。所以呢这个郝董讲的这个事情呢对也不对，如果严格的讲呢这个有那么一点缺陷，比如说这个 NBA 的明星的这个球员呢也曾经打过奥运会，那么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这个状况。但是呢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说职业选手会不会参加奥运会，体育是不是一个可以作为职业的一个事业，重要的是说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中共国的这个体育理念上面和这个奥运之父，就是最初的这个奥运精神的这个体育精神上面是有一个巨大的理解上的鸿沟和理解上的差异的。
这个理解上的鸿沟在于说，在中共国，这个国家把你当做一个机器，把你当做一个物件，然后把一群人当做一堆机器、奴隶、物件去训练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的是结果。因为当然在中共国你很好理解的，我觉得老百姓可能好像都普遍特别接受，说你看我们人多啊，对不对，我们这么多人去搞这样一个项目，终究会有一个这个出成绩的，是群众基础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是说，你不能把一个人只搞这个项目，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共国的这些小孩他只搞这件事情，很多很多的小孩他只搞这件事情，他也不读书，他也没有 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思想，也不会灌输，就是说也不会教育他什么其他的思想，就叫他啊，你要爱国，然后这个为国争光，夺得金牌，然后这就是你的人生目标，其他的他可能就真的就是一些字而已。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为了夺金牌而去的，为了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夺金牌而去的。而对于他这个个人的损失，这个国家是不计成本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在乎你这样的一个小孩最后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人。而且坦白讲说，拿冠军的每年有多少小孩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而每年对吧，四年只有几块金牌，那你想想看，这个淘汰率，这个损失率那是极高极高的。而且这样的人生，就是他们带着这样一身的伤走到那个时间点上，最后没有拿到金牌，他的人生几乎是毁掉的。那么在国外，他刚刚我们讲了所谓的这些听上去很美好的这样奥运精神，坦白讲只有基于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人是人，人有人权。也就是说在中共国，你不是一个人，你只是一个物件，你只是一个工具。所以坦白讲说，这个不可能说去，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考虑到你是一个人，他就把你当做一个东西去，就这么去，对吧，是搓圆了呢，还是捏长了呢，还是怎么样，这不重要。他的这个损耗率有多少他也不重要，只要最后能够比如说 一堆对吧，一堆次品当中有一个正品，他觉得就是合适的，他就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事情，他不把人当做人看。而在国外，因为在这个西方的国家，他们开始讨论人权，他们认为人是一个人，所以他觉得体育是来完善一个人的人格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其实又讲到这个郝董他的这个办足球学校的这个理念，办这个体育学校的这个理念，其实在这个郝海东先生啊，他在这个自己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运动员以后，他因为体育而获利以后，他走上了世界，看到了全世界怎么样去搞体育的，这些人是怎么样去成为一个通过运动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一个人的时候，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其实是尝试着去做这样的这个把人当做人的这样的这种尝试和改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在中共国或在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就是人他是不是人。那么在奥运精神这个事件上面，我先不讨论说这个奥运精神什么是对的奥运精神，或者是什么是错的奥运精神，我们只讨论说在中共国体育精神就是你是一个物件，你只要赢。但是在西方国家，你是一个人，你要通过体育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体育精神和西方人的体育精神，其实当中有一条巨大的理解上的鸿沟。那么，坦白讲说，这个不能说是中国人的错，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那你想想看，这些小孩的家长，他们为什么会冒着如此大的这个失败率，坦白讲说他们去送小孩走上这样一条路，失败率是 99%， 那么为什么可能是 99.9%， 对不对，这个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还是竭尽全力的去这个千军万马去过独木桥。其实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因为中国人穷，这些家庭非常非常的贫穷。但可能这个国家会告诉你，看我们给了穷人一条出路，不管这个百分比有多低，但这就是一条出路。
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样一个国家说出这样的话，或者有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很可耻呢？是不是很可耻呢？这是一个就非常典型的这个国强民弱的一个体现。就在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你的这个国人已经穷到了，坦白讲说已经，就从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你的世界冠军都是从这一群最痛苦的人当中这个筛选出来的，你是用一种最不人道的办法，最不把人当人的办法去培养出来你的这个世界冠军。当这些人站在世界冠军的这个讲台上的时候，我不知道跟他的同伴会如何看他，我也不知道说其他人会怎么来看待这样一群人。坦白讲说我当我今天看到这些人站上了这个世界冠军的这个讲台的时候，我很难过，我也不觉得很骄傲，而且呢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坦白讲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是一个糟糕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对于运动员来说，本来大家都是去玩的，然后突然这个我们本来是去娱乐身心的，你想一个美国运动员，他如果从小他也是要去跳水，但他要上学，他要做人的，他过两天还是要找工作，他养活自己啊，但他的对手是放弃一切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你看到他能像一块砖一样是掉下去，然后这个水花小到比砖落水的水花还小的时候，你觉得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因为你不可能像他这样活，是不是？所以这个体育玩到最后大家就没有觉得玩的意思了，就觉得我没有玩的意义了，或者说我们就要开始质疑这个体育，这样的奥运会，这样的金牌选手值不值得存在，他到底是我们应该推崇的，还是应该我们是需要去杜绝的。坦白讲说中共国这样培养出来一个奥运选手，这是可耻的，这是对于人性的践踏，而且他不仅仅践踏的是自己的国民，是践踏的全世界所有运动员的这个运动精神。因为你把运动的本质扭曲了，至少说是在这个奥运之父创造的时候他所提倡的这个运动精神给完全扭曲了。所以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奥运精神和世界的这个奥运精神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差异。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中国人有很多人正在尝试着去改变这些东西，郝海东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急先锋，他从在国内的时候就想到了他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局面，他最后他选择了走上爆料革命的这条路，其实他所有的想法和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他没有变过，他是实实在在的想要去改变一个中国人的人权的生存状态的这样一个人和一个有这种想法和有勇气的这样一个人。那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运动精神和这个体育精神和这个叫什么世界上的主流体育精神的这个不一样。那么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坦白讲说我觉得都会有一些选择。那么我们其实爆料革命一开始官宣一直说健身健身健身，对不对？这个就是让大家去这个健身也是一种体育运动嘛。那么这个体育精神，那么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体育精神到底，这个西方推崇的体育精神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育精神呢？我自己理解啊，我自己理解，因为我自己非常不擅长于体育，从小这个体育也不好，但是因为我现在陪着这个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在搞体育，然后我自己这个跟世界上非常这个优秀的这个运动员的接触，我自己对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觉得首先是说这个体育精神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在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极限的挑战。我们都知道说比如说任何的这个赛跑我们都要超越曾经的极限，那么你在这个超越这个极限，我们人到这个极限，身体肌肉精神到达极限的时候，你如何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己曾经的这个极限，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人的这个精神力的一种锻炼。那包括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小月姐在这个羽毛球的赛场上，那这个比赛是非常激烈的。我可以想象这比赛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我打过羽毛球很累的，我还没打几个球就很累的。那对手，当你的对手也是世界级的，这个体力很好，这个体能很好，反正这个反应也非常快的这样的选手的时候，那你们的比赛肯定是非常激烈的。就这样的比赛的时候，当你的体力精力已经透支到极限的时候，当你最后如何迅速的做出这个反应，做出判断，甚至这个做出决定的时候，这是对这个人的精神力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说这个体育精神，还有就是让人能够这个面对挫折和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刚刚我们拿这个打羽毛球来讲，我相信啊，这个在这个小月姐的这个冠军生涯当中，所有的比赛当中，她的比赛永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她一定在这个比赛当中碰到过这个就是短时间的这个输球，对不对？你一会儿赢球了，一会儿输球，一定有这样的过程。那当你面对压力，尤其是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在这种世界级的比赛之下，你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压力，仍然保持冷静？你一定要保持冷静，你才能反败为胜的。这个是对于人的这个人的心智的一种极大的一个考验，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体育精神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么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体育啊，尤其是团体的这种体育比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在这个团体的体育比赛上，这个表现是相当差的，几乎很少拿金牌，而且这个表现是越来越差。比如说这个足球啊、篮球啊、什么曲棍球啊，但凡是需要多人合作去这个打的这个比赛，中国人的表现，中国队啊，这个中国队是中共国队，应该说是中共国队的这个表现是非常非常差的。你看这个金牌榜，中国和美国都基本上差不多。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小姐给我们看看，你看他们是应该，你看这都是，你看他们拿到的是篮球的这个男女的金牌，那么他们的传统项目，然后排球他有牌，对吧？他排球他是银牌和铜牌，然后足球他都拿了这个金牌，这是美国队的这个情况。然后基本上就这几个球，好像我看了一下，还有大概就是有个曲棍球，今年好像两个金牌都是荷兰队的这个金牌。然后你看看中共国拿的都是些什么金牌啊？游泳好，都是个人项目啊。跳水这个是中国人的这个强项啊，射击啊，啪啪啪，关在家里开。然后这个体操大家都知道强项 ，table tennis 也是强项，对吧？这个都是，反正都是不是什么团队运动。就中共国你可以看到，但凡是大家可以过一遍，你可以看到，但凡是这种团队合作的这种体育项目，中共国是不可能胜出的。我就认为说，在接下去在这个习大大的带领上，中国队就更加不可能胜出了。这种独裁国家，我相信他们在这种团体比赛上的表现会非常非常的糟糕。我知道这个今年的这个花样游泳，他们说为什么今年他们能得金牌呢？因为俄罗斯队没参加，这是俄罗斯队的强项。那大家可以看到，俄罗斯队你也没看到过，他也是，就是俄罗斯队也跟中共国也是一样的啊，就是那个就是个人项目，自己个人技术，对吧？跟天天晚上练，然后你也不干其他的，你就练这玩意儿。然后这个人家美国人肯定练不过你，我觉得像尤其像这种跳水。其实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这个项目，因为我听有我身边有人学这玩意儿，然后学着学着就不学了，因为家长实在舍不得这个，因为对于身体的这个伤害太大了。它好像是对耳膜啊、对眼睛啊这些都有伤害。然后这种就这个转，这个就大家就觉得这
不值得这么做，就家长会觉得说不值得这么做，对不对？这真的是，对吧？那为什么中共国的家长他也是家长啊，对不对？那他也心疼小孩，为什么他们会最后选择让小孩走上这样一条路？这就是这个社会的原因啊，这真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讲到他们为什么这个团体老是不能拿到这个好的成绩呢？包括这个郝董他自己搞的这个足球啊，我不知道说以后他搞我们新中国联邦足球以后能不能有更好的成绩啊。我觉得这个很在于一个人的这个团队合作精神。其实我觉得这个团队运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呢？因为他在一场一场比赛当中，当然大家都知道这种比赛最多就是有个输赢，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对你人生的影响。但是这样一场一场的比赛，你在磨练什么呢？磨练你怎么与人合作，你怎么这个就是你如果你技巧很好，你技术很好，你怎么样把你的技术很好发挥在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当中？这听上去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技术好不一定你能在团队当中起到好作用。不一定能够让你的这个队员都喜欢你，不一定能够带着你的队帮助你的队进球，这个是真的。因为甚至是说是对你的队是有害的。如果队里有一个技术很好但是永远不与人合作的这样的人，如果教练如果看着比如说他是球星的儿子，对不对？他必须得每次上场，那对这个队伍是伤害极大的。因为他上去的时候就是给了别人，就是你一个人你技术再好你也不可能战胜一堆人，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怎么看我自己的技术，然后我怎么能够通过我自己的技术能够让球队整个球队去赢，对不对？这个因为我们最终坦白讲说中共国的这种赢，你单打独斗的赢你不可能赢人家一个团队的。因为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爆料革命一样，我们要赢我们要像一个团队一样去赢，我们不可能说啊谁谁谁一个人特别牛。当然郭先生是这个，就算是郭先生特别特别牛，他也需要我们下面的这些人的，对吧？无论是摇旗啊呐喊啊，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团队里面给到他足够的支持，是不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怎么去配合我们的进攻队员去进球，我们怎么去一起阻挡我们的这个对手的这个进攻。你怎么把在赛场上就可以把眼光放远，你不要看到你的球就传，对吧？自己往前带，对吧？然后或者说你就这个看到了你站在你隔壁的那个人，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位置。就你是在一场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你去学会怎么样说我自己成为一个很亮眼的人，同时我还能成为团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配合的角色。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一场一场的，不会有人命关天的，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损害的，这些小孩他从小开始玩的这种比赛，那么最后能够达到的一个对于他自己人格培养的一个过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经验。但这个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是说你必须是一个人啊，你必须是一个人，你必须是一个有人权的人，你必须是追求一个自我人格完善的人。而非常遗憾的是说在中共国有多少人是可以追求自己成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自己是有一个可以掌握和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这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中共国和世界所谓的民主国家当中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和鸿沟。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坦白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奥运会就是一个对于西方文化的渗透。当这些苦娃娃被剥夺人性，被剥夺自己很多受其他教育的这个权利的时候，他的父母被剥夺了很多的这个财产的分配的这个权利的时候，逼迫他走上这样一条路的时候，最后这些金牌的选手会误导很多世界上的人，让人们误以为中共国的这个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甚至把这样的观念输出到这些这个文明的国家，输出到这些在乎人的人权的这个国家，而这些在乎人的人权的国家也正在失去他们这个自己现在享有的这些人生而为人的这个权利的这种权利正在慢慢的流失。其实我们上一期节目就讲了这经济的问题，是不是这个经济会越来越衰退？不是这个世界没有钱了，而是这个世界的财富其实是指数级的在增加了。从这个以前的这个古老的生产力，到现在的这种生产力，甚至到接下去的这个人造太阳所产生出来的这种能源的这种生产力，世界的生产力是指数级的在升这个增大的。世界的总的财富也是在指数级的在增大的，但是为什么尤其像中共国这样已经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就是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的这样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如此贫穷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财富分配的方式是有问题的，而且更多的现在这些社会精英正在向共产党学习，共产党也在输出他们的这个非常邪恶的财富的分配方式，去掠夺这些普通人应该有的这个人权的权利。所以不是我们不是说主张说哎人不应该努力，而坦白讲说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努力都一定会有结果的。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那么漂亮，不会那么聪明，不会那么有背景，但不代表他们没有享受幸福的权利，没有他们不代表这些人不应该获得老有所得的这个权利，不代表他们不应该参与到这个世界财富的指数级的增长当中获得福利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我们要尝试去改变，尝试去努力去为中国人去获得的这个社会应该有的人的权利。那么打破共产党的这种独裁统治，坦白讲说也是把这个世界这样一股非常强大的这个独裁势力给压倒了。我相信对世界整个世界的对于人权的再一次的尊重，再一次的这个解放，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但问题是说，坦白讲说这个我们讲起体育精神来非常容易，我们讲啊你看你得往那边传，是不是你就在场下指导的时候，对吧，你这个怎么没有看到那个位置呢，是不是这个位置都是空的，你为什么不传过去呢，对不对，你不能那么自私啊，你应该要传球，你不能自己带，是不是，你不可能自己射，你这个明知道自己射不进的，为什么你要自己射呢。我们在边上讲的人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没有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实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不可能真正领会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团队当中的一员，你也不可能真正领会我们怎么与一个团队同进同退，共同进攻，共同防守，共同去面对所有的挫折，共同去赢得我们应该有的荣誉。所以我们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正在这个路途当中，我觉得我一直记得我妈跟我说一句话，你一个人你光光而来光光而去，而整个人生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就是整个当中的这个过程，你经历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体会到了什么东西，甚至你可以为下一代留下什么东西，你可以为这个世界做那么一点点的好事这就是你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正在路上，不要着急，我觉得耐下心来，心不动，我觉得一切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看看啊，喝的专业喝的水，专业喝的水啊，嘎嘎的，我哪天我这一露着肌肉啊，吓你一大跳，吓你一大跳，吓你们见识了吗？
冷淡。啥叫万佛是见性成佛，只要是好人他就是佛，只要是好人聚在一起就是佛的极乐世界。觉醒觉悟，不生不灭，心智通往佛主的唯一手段，你即是佛，就这么简单。